好，来，大家可以坐下哈。OK，好，麦都打开来了。OK，好，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们呢，今天呢，其实就是已经报了第四项能量运动。那同学，你有印象吧？第一个你做的是 tree bump 来的哦。那么第二项呢，你做的呢就是 spinning jack 啦。那么第三项啊，你做的呢是 zip up 等等啦。第三项，那么第四项啊，就是练 yoga 哈。那么呢，这个练瑜伽是马上啊，我会给你们看那个 picture 哈，你们就跟着做这样哈。同学这一边谁有学过正规瑜伽的举手一下，正规瑜伽的。OK，莲香、燕蒂、翠芳，OK，你们练过正规瑜伽哈？来啊，听着哈，我们这一边不重视啊，太过标准的体位法和呼吸法，我们这边主要就是呢，练那个瑜伽。确保你的 chakra 会开得到，那么 chakra 开了啊，待会你打坐啊，心可以静下来，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哦。所以呢，待会是你做的很老搞，是会跟你在瑜伽中心教的不大一样哦，没有关系的哦，你做到乱七八糟哦，也没有关系的，因为过后啊，我会发现就是啊，你还是可以，你可以打坐哦，还是可以呀，可以做得很好的哦，这样子哦，这样子就成了的了。好，来啊，同学，我们就开始看一看第一个动作了哈。你看了一个动作就做了的了哈。来，好来，同学啊，就是稍微给大家指导一下哈。在瑜伽里面呢哈，因为基本上啊哈。我们的用意啊，就是要开和我们的 chakra，所以变道啊，它就是凡是跟那个 chakra 有关系的地方，你一定会啊，有伸展到它的。如果我们身体有七个 chakra 哈，来同学记得哈，第一是因为 chakra 七个身体都有哦，如果你有月事的话，你要讲究可以不作哈，你一听到诶，他开那个 chakra 的位置。是你有月事，还有你的腰椎有扭过、有伤过这些，你碰到那个动作不大妥，你就不要跟着做哦，免得出事情。这样子哈，OK，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那就是首先呢，就是呢，第一个动作同学我们看一下哈。那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就是桥式来的，同学看到吗？在这个桥式里面呢，它主要是开第一跟第五个 chakra 啊，同学大体上是这样的，在 yoga 它有个原则的哈啊，你们先听那个 instruction，听 instruction 过后我讲完那个原理，过后你再开始，会让你开始啊。那么呢，大体上是这样的，那 yoga 的动作啊，基本上啊，它会有开，然后呢也有收的，然后呢也有吸气也有呼气，所以大体上啊就是当你啊就是一开的时候啊，都是吸气的，然后呢一收的时候。都是吐气的啊，一般上的状况都是这样的一个开一个关会出现这个这样子吸气跟吐气这样的，所以呢，比如说啊，你头往上仰这样子通常都是吸气仰上仰是吸气的，然后过后呢就是呢就吐气了的了，就给他自己舒服这样，所以一般上的性质都是这样好，来同学留意先看了那我们开始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叫做桥式。同学，你看呢？它是开第一个 chakra 跟第五个 chakra，第一个 chakra 就海底轮来的，那么第二个 chakra 就是第五个 chakra 是喉轮来的。所以呢，如果它是开到海底轮的话所以呢，当它一拱起来的时候它应该就是会就是在下半身的部位应该会去 stress 到它两个了。然后它五号 chakra 会开所以一定是这一边会碰到这一边的，它才会说开第五个 chakra 的这同学可以理解嘛？所以呢，待会是同学，你看啊，你们看先啊，你先平躺先，那么平躺之后，对不对？你的上半身呢，尽量往下下到够了，对不对？两个手是这样子放过呢，就一吸气，整个就把它拱起来，过呢稍微维持一下拱起来高高维持一下，然后呢就自然呼吸，OK，差不多了。就整个放下来休息一下，通常放下来的时候休息也是大概是休息大概15好了，就准备第二次了的了。好，来，那同学看清楚了好，可以开始。同学，请先平躺，躺下，OK 好，你可以先看到你 camera 那边的，我也看到你们的，过后你们对不对？我也告诉你们了，OK
好了，同学看一下，你们先平躺。好，平躺过后呢，同学你们的脚板呐、啊，靠在地上，脚板，脚板啊，对，脚板要触在地板上面。好，然后呢，你的上半身尽量往下，上半身尽量往下拉，上半身尽量往下拉，对，上半身尽量往下拉。OK， 下够了，两手在左右两边。好，同学吸气。然后整个身体拱起来变桥，开始吸气拱起来 ，OK， 嗅觉正确，清如正确，莲香正确，燕地正确，翠芳正确，秀云正确，莲平正确，莲亭正确 ，OK 哈、哦、，OK 啊，稍微忍耐一下啊，觉得够了啊，就可以平躺下来休息了，啊，可以平躺下来休息了，好 ，OK。好，好，来，我们再准备第二次啊，好 ，OK， 好，再准备第二次啊，好，来，准备，吸气，拱起来，啊，拱起来，啊，对，越高越好哦 ，OK， 好，OK， 啊，好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正确了，啊，都很好，很好，好来，啊，你觉得够了，啊，你就放下来了。你觉得够了就下来啊，对，好啊，两个脚平放，两个脚平放啊，All right， 自然呼吸，大概一呼一吸5次就可以做起来了。好，可以做起来了啊，并不是晕了，不是在做第三次，做起来了，好了啦，已经了啊，对，啊，好了啦，已经了，对，是这样子哈，好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哈。好，第二个动作哈，好，第二个动作呢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哈，就是这一个哈，就是蝗虫式，同学看到吗？来，这个蝗虫式是你们看一看先，首先是开第一跟第三个 chakra，所以第一个、第三个 chakra 是意思就第一又是海底轮来的，又是海底轮的部位，会阴那边。第三个 chakra 是哪里哦？就是脐轮，所以待会啊，你一定会要用到肚脐的力量才对的，可以了解吗？要用到肚脐的力量。来，我们看这样子做哈。说同学开始的时候你要这样哦，首先就是等一下先哈啊，所以首先同学是你要做的就是先就是先吸气哈，看到吗？哈，同学哈，来看一下哈，好啊，就是怎么样啊？先吸气，然后呢一个脚抬起来，够呢差不多不能够忍耐了，就把脚放下，再吸气把第二个脚抬起来。啊，这个是半蝗虫式来的，过了两，这个脚又再放下，过呢再吸气的时候哦，他就把用上半身哦，他就会就是把两就是把上半身整个把两个脚整个抬起哦，所以同学你想象嘛哦，到第三次时候两个脚就起到来往来哦，你完全要用腹部的力量，所以会开到第三个 chakra 了的了。好，OK，好，好来，同学可以开始了，来，同学请躺下。脸部向着地板，然后呢，双手左右放在左右两边，双手放左右两边。好，准备，同学，吸气，把左脚抬起来，尽量抬越高越好。好，OK，原地，OK，全部正确，漂亮，OK，好，你觉得忍耐差不多够了，就放下。好，来，再准备第二个脚了，好。来，吸气，换脚，第二个脚抬起来，越高越好，OK，不过不要抽筋，不要 over，好，够了，差不多啊，就可以放下，好来，好，准备同学，这个就是要两个脚抬起来啊，要用你的腹肌了的了哈，同学准备吸气，两脚抬起来，对了，秀娟漂亮，燕蒂漂亮，庆如没有用到腹部，莲香正确。OK 啊，翠芳漂亮，OK 秀云漂亮啊，莲亭漂亮，莲亭OK 有猜到，好，你觉得够了就可以放下了啊，就放下，OK 好来，自然呼吸，我们要做第二遍了，自然呼吸，对啊，好来啊，再准备第二次了哈，来吸气，把左脚抬起来，抬起来。好，稍微忍耐。好，你觉得够了的话，就可以放下来了。累了就放下来。
OK，好，来准备换脚，吸气，把另外一个脚抬起来，越高越好。OK，手在左右两边，全部都很漂亮。好，够了就可以放下。好，准备难度最高的来，吸气，下半身整个抬起来，两个脚。对了，秀娟超漂亮，翠芳也是很漂亮，秀云也漂亮，莲香漂亮，燕蒂也漂亮哦，莲萍也漂亮。OK，起来。好，够了就可以放下了。好，来5次呼吸先，进入不要那么快，等伤到你们自己。来，先呼吸5次，好了就慢慢坐起来。你们要跟，不要太快，进入莲萍，要休息够才起来，不然会伤到自己的 muscle 的，你知道吗？哦，好，慢慢的起来，慢慢的起来，好，来准备同学啊，还有第三个第三个同学先看一看，就鱼是鱼是开第四啊跟第五个 chakra，同学你们看到吗？第四啊是心轮，第五个 chakra 呢是喉轮，所以呢它要开心轮跟喉轮的话，所以你看它这个姿势是整个胸腔会打开，喉轮也打开的好，这个它是怎么样子做的呢？同学你们先看啊。首先第一呢，它一定是先坐在地板上面，两个脚伸直，然后腰椎要先停直先的。那它腰椎停直之后，是不是它两个手啊就托着左右两边？看到吗？同学你看到吗？你两个手要托着它，过后呢你就开始往后熬。同学你的头啊不到地板没有关系的好。然后呢，因为你的两个手托着，所以变成你的胸口会打开，喉咙会打开，然后过后呢，你就维持到够的，就整个躺下来这样好，来，同学准备开始，好，先坐直，坐直先啊，先坐直先啊，对，先坐直先，先坐直先啊，像秀娟这样坐着啊，翠芳不对，你先看秀娟这样子坐啊，对，先这样子坐着先，对，两个脚要伸直的，两个脚要伸直。啊，对了，你先坐直先，看到吗？坐直好，好来，同学用两手手肘托着你的身体，啊，对啊，托着，是的，啊，两个手肘托着，对，正确，托着，OK，好，莲婷，你看没有跟到莲婷，好，来准备，吸气往后仰，对了，OK，秀娟正确，莲香正确，翠芳正确，秀云正确，莲萍正确，轻如不对。腰椎受伤不做没有关系，OK，燕蒂正确，莲婷没有做到，你看他们，你看他们的 posture 这样才对的。OK，好，同学你觉得够了，你就直接睡下来了，就睡下来对，然后呢就5次呼吸好了，就慢慢再坐起来，准备第二个 pose 我们的同学很聪明，有一些起来的姿势很对OK，好的。那么这个张翠芳跟陈秀云，你们两个那么像的哟，差不多一模一样，你们两个好嘞，你先坐好来先，坐好来先，来坐好，OK，两个脚要伸直，我们要准备第二次鱼式OK，两个脚伸直好来，来手肘托着地板，手肘托着地板。是的，托着了稳了OK，stable，好，准备吸气往后仰，开你的胸，开你的喉轮，OK，秀娟漂亮，莲香也很漂亮，OK，燕蒂 OK 青如没关系，莲萍 OK，秀云 OK，翠芳 OK，云美 OK，OK，莲萍没有做到OK，好，没关系，好来，同学你够了，你就可以睡下了。莲香，你不要起来，你那个鱼坐过了，你就直接躺下休息了的了啊。对，3次是至少3次深呼吸，好，3次深呼吸够了，可以坐起来了，可以坐起来了，OK 可以了，你可以坐起来，同学，云梅，你这一个只是比较不理想，云梅，下次 camera 你要像他们这样，这个我看不到的，原来要打横才看完所有的姿势的好来，你下一次再调整云美然后碧玲有在吗？碧玲，请起来一下，碧玲，你有在吗？碧玲，因为你迟到，你知道吗？所以变到全部人都做好 camera test 你才进来，以后要准时，知道吗？OK 所以没有做到，下一次先来我再继续看了OK
来，下一个指示，同学看一下哈。来，这个是骆驼是。哦，同学，这个还蛮难下的哈。来，我看关一关杂音先啊，你们有个人的声音很吵。好，OK，我关了了。看了哈，来啊，看了这个姿势要看清楚，不要伤到你自己哦。啊，同学看一下他这个骆驼式，你看他也是四号跟五号 chakra，四号也是开心，五号是开喉轮啊，又是再开一次哈。啊，同学你看他是这样子开哈，所以他说同学啊，首先是啊，你就是先要胡跪先哈，啊，就是跪着先。那么跪着了是不是过后啊？同学你看你一吸气了时候，你两个手啊。就去抓你的就是去教你你的脚跟对，嗯，一触碰到你的脚跟，你就会开哈、哦、啊。但是同学啊，因为你们有些年老啊，你这样子抓会伤到你自己的，所以变道啊，你应该如何哈、哦、啊？同学，你不能的话是你不要抓脚跟，你摸你的大腿就好了可以了解吗？啊，同学，你摸你的大腿都是行的啊、哦。好来，同学准备来先胡跪哈、哦、啊，整个人跪下，嗯。OK 啊，跪下哈，好，不对，翠芳秀云不对，你的跪法要像秀娟这样啊，像莲香这样跪才对啊，对，你要这样子跪才对，OK 好，好，嗯，来，好来啊，你自己要想好啊，你到底要摸抓脚跟还是抓大腿啊？你看清想清楚，准备吸气抓，嗯，吸气抓啊，对，啊，给莲香正确，秀娟漂亮，OK，燕蒂大腿，OK 好。啊，秀云 OK，莲萍 OK，翠芳 OK，云美 OK，莲婷 OK，全部 OK 哈、哦，来，好，稍微你觉得够了就坐下来了，嗯，你人够了啊，OK，嗯，对，就坐下啊，对，稍等一下，嗯，OK，好，三次深呼吸，嗯，OK，来准备第二次了哈、哦，好，来，胡贵，OK，好，胡贵，嗯，OK。来，准备吸气，往后仰，OK，嗯，啊，维持在那个姿势，然后呢，自然呼吸，然后你觉得啊，感觉够了啊，你就可以平躺了，嗯，OK，好，够了了，嗯，来，同学，你可以平躺了啊，整个躺下，让自己大休息，你可以平躺了啊，对。啊，让肌肉休息一下哈，好，平躺，好，大概三个深呼吸或者五个之后，你就可以起来了。好，同学你起来了，再准备下一个姿势了。对，嗯，是，好，秀娟起来的方式正确哈。OK，秀娟，你示范一下如何起来哈、哦。来，大家先看一看秀娟如何起来先，大家看一看先哈、哦。啊，大家看秀娟哈、哦嗯，来，秀娟还没啊，来，我帮你放大先哦。来，OK，好，秀娟，你可以开始示范起来了。OK，来，身体靠一边，嗯，对，两个手按着起来。啊，对了，没错哈、哦。啊，同学，你要这样起来哈、哦，因为如果你年纪大，你整个人像僵尸这样弹起来哈、哦，你会伤到你自己的。一定要靠一边，两个手推自己起来哈、哦。好了，同学，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姿势哈，来看一下哈、哦。下一个呢，就眼镜蛇式，同学看到吗？开一四五 chakra，开第一号 chakra 也是海底轮，所以同学啊，你看呢、啊，他两个脚架起来，一定会 splash 到海底轮的。过渡去，你看他开四号跟五号哈、哦，四号是这个就是这个心轮来的，五号是喉轮来的，所以他一定是啊哈、哦，整个头会往后仰的，然后会尽量打开的哈、哦。好，那他怎么样子做嘞哈、哦？说同学首先他一定是整个躺到完，然后脸部是向着地板，两个手啊要按着左右两边的。过呢，他一吸气，整个人就往后仰，他就出现这个姿势。好了，同学可以开始了。来，嗯，来，先平躺啊，对，脸向着天花板。好，手在左右两边，你的手掌要按到地板了的了啊，这找手掌按到地板的了。好，平躺，好，来，准备吸气，往后仰啊，向上的越高越好。OK，秀娟漂亮，莲香漂亮。OK，原地 OK 啊，秀云 OK，翠萍 OK，云美 OK，莲婷 OK。连平也 OK，好来啊，够了，你就可以直接躺下，OK，然后呢就是三次深呼吸，嗯，
好来，过我们就要准备第二遍了的啦。嗯，好，开始，吸气，往后仰。OK，记得两个脚一定要合拢啊，因为它要开第一个 chakra 的，所以两个脚一定合拢的哦。好，尽量头颈部越厚越好，胸开越大越好。OK，好，同学你觉得够了就可以躺下休息了。嗯，OK，好好，所以基本上开的 chakra 部分，你一定要 stretch 到它哦，才是正确的哦。嗯，好，同学，你够了之后哦，就可以坐起来了哦。好，来，同学，你坐起来啊，再留意看哦。OK，好，好，来看接下来这一个哦。好，同学，这个呢是站姿式哦，来你们看一看了哦。这个站姿是本身是不是？他到了，你看啊，同学，你看一下，首先是他两个脚开，两个手是伸直的，OK，好，好过呢，两个手啊是左右一边，OK，开完，同学，你看一下，他用一个脚来支撑，他通常一个脚一支撑的话，一定是用胸部的肌肉来让自己站稳的，所以他胸部的肌肉的话，一定会开到胸部的 chakra 的，然后两个手开到完，所以呢，他要有平衡点哦。所以呢，如果你不平衡啊，你会整个人不 balance 的哈、哦、啊，这个是正常的哈、哦、好那、啊、所以同学好，可以先准备开始哈、哦。好来，同学你先站起来先，来看他哈、哦，好左一个个姿势来做哈、哦，我会跟你们讲哦。好，同学先站起来。左右两边开啊，两个脚开完它，OK，两个手伸直，伸到高高它哦，伸展完毕哦，OK，同学OK，翠方正确，其他人我都看不到上半身哦，OK，看不到哦，好，同学，那你看，好，接下来两个手放平，左右两边，同学，两个手放下，左右两边，对，左右两边张开。OK，好，好，准备站稳了哈、哦。好，吸气，单脚站立。OK，好，吸气，单脚站立。对了，OK，好，好，两个手呢是往前直的。OK，好，好，袖娟正确，莲香正确，云美正确，燕蒂看不到。OK，莲亭正确。OK，莲亭没有关系。OK，秀云正确，雀方正确。OK，你觉得差不多够了，就可以恢复原状，先站着哦。好，同学，你先看看镜，你先看看那个荧幕部分哈，OK 哈，啊，看荧幕哈，啊，看那个姿势稍微调整一下哈，OK 哈，好，准备啊，我们呢，刚刚如果用左脚站，现在又用右脚站了，来准备第二个姿势，好，好，两个脚开到完，同学，你看 picture 哈，两脚开完的哦，好，两个手吸气，两个手往上，对，好，同学，他配合呼吸的吸气，好，上好，好来，接下来。呼气，左右两边，手放在左右两边。对了，哇，莲香很漂亮哦，秀娟漂亮，云美也漂亮。OK，两手在左右两边，好，准备，吸气，单脚站立啊，记得你应该要换脚了的了哈，好，吸气，单脚站立。OK，好，好啊，两个手要直的，脚尽量上，要用到胸部的肌肉哈，好，云美正。莲香正确，秀娟正确，雀方正确，秀云正确，莲萍正确。OK，好，好，维持，好，够了就给站好。好，OK，好，同学你们可以坐下了。OK，好，你们坐下，先平躺先，来平躺休息，是要摊尸一下，好，来。好，三次深呼吸之后呢，请你坐起来。好，三次深呼吸之后，好。好，请坐起来。好，同学，基本上啊，好，你所有的 chakra 都开完，但是你的眉心轮跟顶轮没有开。来，同学，我们呢将会用 menu 的方式帮你打开。来，同学，看一下这个钟哦，来。好，来按按你的头顶是12点，OK。好，左边的肩膀是3点，右边的肩膀是9点，OK。好，好啊，好，好，12点去9点是逆时钟，好，12点去3点是顺时钟，OK。来，弄熟了，好好来，双手摩擦，拐拐，
好，先逆时钟旋转20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眉心轮呢、啊？在眉心罢了啊啊，五、六、七、八，手啊，跟眉心的距离是1寸呢、啊，好，没有碰到的哦。10、11。12，哎，用手掌心啊，好，不是用手指啊。15、16、17、18、19、20，好，不好的能量把它丢掉。好，顺时钟40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好，我们来，同学，接下来就顶轮了，来看一下这个钟哦，好，这个钟。放在头顶，后面头部是12点，好，同学看了哈，好来，左边的耳朵是3点啊，按一按你左边的耳朵，右边的耳朵是9点，OK，按按你右边的耳朵，好，那么呢，这个顶轮先逆时，你们女性先逆时钟，再顺时钟，双手摩擦，拐拐，好，可以开始旋转了哈，啊，你们先逆时钟20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不好的能量拐掉。好，倒回头来40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静茹不对，顶轮在这边。九十。十一、12、13，哎，没有，连屏没有摸到头的，距离1寸，好，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40。好，同学，开始打坐，直到叫你为止，哈。好，做到9点40分。